来，亲爱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好、哦，咱甲大家谈的讲青少年，青少年是咱未来愿望，当然爱积极甲鼓励的，常常鼓励，鼓励跟他车咧加油同款。好、哦，只要你若加油，车就会走；只要你若鼓励，人就会进步。你卖伫讲伊做未到的所在，你卖伫甲看伊做了无好的所在，你要尽量看伊做了好的所在。对着有进步的所在，咱家鼓励。人就是安尼，你若只要讲你好啊做，我让你得到一个什么好的物件，伊就勇往直前，爱奖励。啊，你若讲你无好啊做，我要甲你处罚，伊做了唔甘愿。因为你若讲你无做，我来处罚，安尼只有去做，伊完成了，什么拢无得到。只不过唔免互拍你啊，这个动力吼足少的嘛。啊，你若讲我拍，你只要甲讲。你若做较好，我都给你一个什么？伊只要做做到这阵，伊就得着啊！迄完全无同款的感受啊！所以知影人的心理吼，这才是对你咧做人，对你要做代志，足大的帮衬。而且呢，你若常常鼓励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将来大，伊嘛变作鼓励别人的人，伊就袂变作一个真高讲自卑的人，伊袂变作一个愤世嫉俗。看这也无顺眼，看那也无顺眼，伊会变作一个正面的人，啊，规个社会唔才会进步。所以咱也是讲，我哩组一个青少年哦，咱就开始改鼓励，改鼓励，改鼓励。啊，这个青年人，伊就自信心，啊，伊若有自信心哦，代志就做了那好。因为你也知，人活在这个世间，足济代志拢是信心的问题。信心，你卖讲青年人啊。大人嘛，同款啊，对不？台湾以前迄个刀手国际，大家拢熟悉叫做王建民啊。啊，就是因为受伤倒来了吼，对家己失去信心，所以啊，出来刀的时吼，刀了歹，啊，强攻着攻全雷打，伊就那无信心。这个时阵教练是不是爱给信心，对不？结果吼，迄教练软话你知无？教练讲，哈刀呢？这个无啥成一个好刀手咧，过你一摆机会，哦，你若果刀了无好，可能爱考虑啊，安尼，就是卖掉啊，啊，若无就是去叫别人代替你啊，结果吼、哦，愈刀愈歹，啊，废话，迄人我嘛是惊啊，因为刀了好是应该，刀了歹你就开始，这叫做压力嘛，我讲是奇怪，迄教练领遮济薪水吼。迄唔知咧创啥货呢？哎呀，足奇怪！哎，大家人家，大家定翘翘呢？吼、哦，哎、欸，迄那是你的重要的一个选手，当然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嘛！吼、哦，啊，可能吼、哦，迄、那个教练可能完了后，只球迷吼骂甲变过啊，所以呢，后来才改变。伊讲，无论你后一场投了好、投了歹，我拢决定。继续把你留在我的刀手里面、哦、我会让你有机会一直把你刀出你的水准为止、哦啊、大家不需要稍微放心、哦、但是那效果差去了因为你头前你已经说我一场一场把你检查我把你看、哦、人心中已经有一个阴影在那里所以后来虽然教练说放心啦我不把你换掉了、哦、但是呢咱心里自己也知道如果刀了坏可能他的忍耐也是有限你根本就是让一个人制造很大的压力，所以啊，伊的表现无啥好，爱搁再加上紧张，哦，怎啊倒倒来，好不容易才开始恢复水准哦，有一场倒出去尔，哇，手骨搁着伤，所以你要研究这什么人的问题，规个教练团爱负最大的责任，哦，因为一个选手伊长期咧紧张紧张，一直想我明仔日倒无我就惨嘛。伊规身躯拢紧张嘛，吼、哦，肌肉紧绷嘛，对不？所以无法度放轻松嘛。所以莫怪当伊出来的时阵哦，这人就是安尼，你愈放松，你愈有力，啊，你愈紧张哦，啊，愈容易受伤。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受伤去啊。所以我记这个咧，就是咧讲话讲，一个人信心真重要，伊的技术绝对无问题。但是当信心无去的时阵，影响伊的技术。但是很多人来讲哦，
当一个人来交信心的时候，也有一种超水准的演出。虽然人活在这个世间，一定要常常鼓励自己要有信心，因为当你若无信心的时候，明明做会到的代志，你嘛做了歹。你若有信心，可能有的代志差不多一半一半的机会，但是你用你的信心冲过，同款的当完成。学生考试嘛是安尼，咱上班嘛是安尼。你若有信心，一个业务一个代志交代你，你会当做个真好。但是你若是无信心，就算你是一个职业选手，你嘛是失常。所以你常常看到这职业的选手，因伫这个拍篮球啊，罚球线伫遐投，嘿啦，平常时啊无压力的时候，你投足轻松的，投十粒可能就九粒啦吼。但是当伊有压力，伊开始怀疑讲，唔知会落也未，这球唔知投会落也未。开始一个紧张的时候，伊的规身躯的协调性走去啊，所以足简单的一个动作，伊嘛做了歹，全投无入啊，全会输去。这拢是常常看到的嘛，哦，在这个2009年哈，2009年迄年 NBA 的决赛哈，迄有一个球员叫做 LeBron James 哈，这个伊是克利夫兰骑士队的主将哦，詹姆斯 James， 我这大家拢知影，这人哦运动神经有够好诶，迄年嘛是带领伊个球队哩冲啊，特别往最后的冠军去啊。结果在重要的比赛，伊最后的阶段，伊发球，伊发不落，所以啊，失去了信心，所以你就看到讲，当一个人，伊失去信心，可能会将伊过去这一年来的辛苦，全拢浪费掉去啊！你这是足可惜的代志。那么看到学生要考试嘛是安尼，你三年来。他搞个艰苦事哦，要考试的时阵开始想讲，我唔知考会好无，我唔知考会调无，惊啦！当伊一个惊的时阵哦，失去信心，一个失去信心，失常。迄会晓写，怎变袂晓写？一个紧张哦，规个头壳拢乱去啊呢！嘿，这答案是 A 还是 B？ 这条我想过，这条我读过嘛，我拢袂记得，一直紧张，一直紧张，一直紧张。无信心，所以呢，答案写唔对去。愈紧张，愈担心，恶性循环，可加密密麻麻。这告诉真济嘛，第一科考了了，信心崩溃，后边装输去啊。然后事后会气家己，气家己要死去。这种个性的人真痛苦。谁有这种个性？都是伫青少年的时阵，伊无建立起伊对家己的信心。所以你看，真侪人三四十岁，伊咧做事业嘛同款，伊咧做工课，患得患失，小可压力，暗时困袂去。为虾米？伊伫青少年的时阵，人就是开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伊伫青少年规个成长的过程，别人予伊娱乐、肯定、鼓励，上少，上过少。所以对自己要求真高，但是对自己也阁无信心。所以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一定要成功，一切轻松。若无成功，伊拢一定有一种压力伫遐。这种人生是过个真痛苦呢。所以朋友啊，真正咱人爱会记你，你活伫这个世间，真要紧的一件大事，就是你爱愿意。来面对挑战，就是你要常常对你身躯边只青少年讲鼓励话。你若家己即马对家己真无信心，你咪了解一点，这足有可能就伫你家己伫青少年的时阵，哦，你家己少年的时阵，你就是无人甲你鼓励，哦，别人对你讲的肯定的话呢，伤过少，所以低到你对家己呢，已经失去了信心啊。这就是真可惜、真可惜的代志。希望咱每一个朋友，在咱人生这个路途这条路顶了吼，当咱在行的时阵，咱要给自己信心，咱也当给别人信心。
啊，你安尼个鼓励唔免钱啊，你也免讲去买一个礼物，啊，你也免讲摕1000块给伊，拢唔免。利用你的话语，该赞美，该阿乐，该肯定，这就会对伊的生活带来真大真大一个信心。虽然是唔忙吼，咱咧关心青少年的朋友，爱养成一个习惯。你也知影讲，对青少年的鼓励，这对因的人格的建立，真大的帮忙。当一个青少年受到老师、同学、朋友、亲情，真侪人鼓励，当一个青年人伊咧走出家己的时阵，伊感受到规个社会对拢是一种正面的反应。我就问，伊敢会去批车、飙车，敢会去杀人？伊袂，伊感觉人生真快乐，伊才会做这种代志。伊敢会去讲抢劫？伊袂，伊袂敢会去讲欺人、良家妇孺？伊袂。伊敢会去参加帮派出去外面，甲人胡作非为做歹代志？伊袂。一个人是安怎伫青少年的时阵，伊内面都遮尔济无快乐？是安怎伊伫青少年的时阵，伊都遮尔讨厌这个世界？伊都用暴力对待别人，伊都用讲话歹听的话对待别人。是安怎伊会行伫路顶去破坏人的汽车？是安怎用石头对人的店面窗仔门要人击破？是安怎伊会去饮酒？是安怎伊会去吃毒品？是安怎伊做足济足济一般的人看了足讨厌的代志？因为伊无快乐。啊，是安怎伊无快乐？因兜散去，是啦。最大的无快乐就是无人肯定伊的存在嘛。如果大家拢鼓励、肯定、阿乐，就算因兜真善，伊嘛是快乐的，伊嘛得出代志。因为台湾早期足善的嘛。台湾早期不是一两个善啊，迄规村拢嘛善，到出啥歹人，真少，真少。因为大家拢真善，所以大家拢一个目标，大家互相去拍拼。所以咱人是有五望的，又有五望，又有一个梦想。啊，大家拢互相会鼓励，较早的老师嘛真够鼓励学生呢。啊，所以就安尼。唔只系栽培出一批真优秀的人才，即马带领台湾伫国际上有竞争力。啊，即马呢？即马是安怎？咱来那担心，因为即马青年人，伊常常就你讲无钱，我都无快乐；伊常常就你讲我心情歹，我都无快乐。吼、哦，伊无机会接受人的鼓励，伊无机会接受人的肯定，这是即马社会足大一个问题。希望所有朋友，咱做伙和青年人搁较侪鼓励。要跟这个等下聊，咱继续回答。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啊！鼓励好一个人突破。伊个外貌无烟头无水，但是若鼓励，伊个心就会产生一种快乐。人唔忙家己水烟头，就是唔忙快乐嘛。吼、哦、啊，我很帅，伊就会快乐嘛。吼、哦，所以如果一人虽然无烟头，但是只要你予伊个快乐，安尼有烟头无烟头都无重要，只要会当快乐。哦，所以你若该鼓励，该肯定，伊就会快乐。因为青少年就是伊对家己无了解，所以需要别人甲伊讲你是啥物人。啊，你若讲伊考试啊无考第一名，咱就讲哦，你很烂。哎，伊就知影讲，伊家己唔知影家己是啥物款人，但是咱伫甲伊讲你真烂，伊就想讲啊，安尼我可能真烂。伊叫做自我认知，伊对家己的看法是别人予伊的呢。迄毋是啊，毋是咧困家己想讲我是啥物款人，我是超人呢？毋是呢？迄是每一个人100个人内底有90个拢甲伊讲，你是有够戆。伊当然相信你真戆嘛，吼、哦！啊，你讲啊，问题就真戆，哎，你一个人戆，你是要叫伊戆我死，还是你唔忙伊较巧咧？我问你啦，我问你啦，一个人来讲，当然咱唔忙伊变巧嘛。所以你跟他讲，哦，你真的很笨，你讲这个创啥？你讲我讲的是事实，问题就是你讲一句话要创啥？我问你，你除了伤害伊以外。
你到底对带来什么款的祝福？你何必就讲你真正有够戆？你较袂晓讲，其实你当有其他的做法呢？你先来无有建议，对不？啊，你先来唔甲鼓励，就是讲你无想你家己想的遮差啦。哎呦，有人还佫比你较还慢呢，你唔通安尼灰心。哦，你讲的嘛属实啦，你讲的是属实啦。因为专好上路威名，一定感觉讲我是全世界上功的人，因为无人摆你后边嘛。但是一个会晓鼓励学生的人，伊会甲鼓励。我讲，虽然你伫咱全校上尾仔名，但是这是因为咱敢若用成绩拍分数，所以你上尾仔名。如果咱的科目内底，若佫加一个音乐，哦，安尼你绝对袂上尾仔名，安尼就是甲鼓励嘛。啊，你若真正揣无甚物通鼓励，你就甲讲。你一定不想不要命啦！你也知影咱这个所在有偌济间学校呢？全台湾偌济间学校呢？对不？啊，足济间学校内底，一定有诶学校内底学生吼，一定是会比你较差的。所以你卖叫是你是全世界上戆诶人，哦，你应该吼加油！你若加油吼，后摆进步一名吼，你只要进步一名，老师请你食饭。你安尼给伊鼓励，你安尼给伊鼓励，建立了这个囡仔信心，慢慢，伊就进步你看，哦，慢慢，伊就会将伊某一部分的能力，伊就慢慢伊会吹出来，哦，然后这个叫做大器晚成，等于讲大只加慢提啦，就是讲，足侪有成就的人，其实以前。伊是也未发现伊的兴趣较专长，是甲落尾等于发现了，伊才发挥的。吼、哦，啊，有人头前敢那真好，迄无一定到最后坚持到底咧，也无一定咧。吼、哦，先走无一定就先赢啦，无一定是安尼啦。人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啦，你细汉大苦，你无算大苦嘛，对不？你这种物件，人生这条路这么长，永远你会硬忙。我以前我读的是一间私立学校，我感觉我的老师真正有对阮这学生有带来鼓励。伊敢讲，同学啊，恁将来吼，万一若考大学吼，考无着公立的学校，恁莫灰心，因为古早迄个时代吼，经济歹嘛，大家目标拢是考着公立的学校，安尼唔免交遮侪钱嘛。老师鼓励，你虽然读私立的学校，吼，但是。恁都二十岁尔嘛，你以后会当赚的钱啦，绝对超过你即马交的注册费。公立的学校，一期可能交5000，私立的一期交5万，啊5万四年安尼加起来，一年等于是10万嘛，四年就40万嘛。伊讲你感觉40万是足济对无？但是同学你还记得哦，真侪，读真好的大学的人，伊出来了后，伊赚的钱，输乎即个读无名的私立学校的人。讲无定你出来了，你一年赚的钱，都比这个上好的学校的毕业生赚的钱，一年可能都加40万去啊。所以。你唔通因为家己无考到一间公立的学校，啊，恁就感觉讲啊，我完蛋啦！啊，恁就家己感觉家己讲，我一定是真差。我会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老师就已经甲咱注意方向，老师就甲咱讲这个观念啊。啊，结果真正，我阵考时我考无到公立的大学，在我那个年代考无到公立的大学，有种挫折感。好佳哉！因为伫校时，老师常常教阮教育，所以我心内一个志气。咱虽然读的唔是讲公立的学校，但是私立的学校，咱只要好好读，将来我乃会足好前途。所以，迄阵咱伫私立的学校的时阵，咱咧读的时阵，咱永远保持对家己的信心。
所以你看，后来即摆毕业出来，甲即摆即个岁数啊，回头一个看，老师讲有啥有道理呢？哎、欸，啥物人插你多一间好毕业呀？啊，无人咧插册啦。你多一间好毕业也无重要嘛，重要是你敢有能力嘛，唔是看你多一间毕业的嘛。所以咱来鼓励一个人对家己有信心。伊可能人生，尤其青少年，伊在迄个阶段时阵，伊某一寡能力可能也未找到，伊的兴趣也未找到，伊的专长也未发挥。咱来个鼓励，咱来继续保持伊的信心。哦，一直甲伊有一日，伊会当家己会当找到家己的兴趣，信心满满，将来一个好老爸，将来一个好员工，将来一个好头家。将来是社会有路用的分子，因为伊一向以来对家己拢真有信心。这个才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所以，变这个社会，即马开始爱鼓励这些青少年。即马输唔是输，爱改变咧，互因保持对家己的信心，对未来的希望。后一集继续收看，多谢。无讲未爽快吼，哦，咱顶一集讲到讲吼，真正咱啊，你一般咧做义工做义工吼，迄毋是跟他讲要去某一个团体之意，迄其实是种生活的态度，爱常常想着别人，所以咱今日邀请就是朋友吼，伊想要讲一寡伊对义工的观念，甲大家来分享，请对大家来请安一下。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信恒，是信恒吼，做义工，做义工，咱过去的观念讲啊，我加入某一个团体，我去便宜，我去对。但是这其实是有限，因为你拢甲人配合。哎、欸，但是你即摆你有其他想法，就是讲个人化、个体户义工。如果我家己一个，我其实我透底一定甲人配合，我家己咪当主动性要做一寡啥物款的工作。哎、欸，你的想法是啥物咧？我是感觉讲做义工这种代志是其实也是真自由，自由，然后真迄个自然安尼。啊，自由加自然的方法，到底要做啥？其实这些人一寡想法嘞。像讲公积金，我咧做义工嘛，规家人拢咧做义工，不过做的方法无同款。其实阮爸爸伫家己做迄个环保，伊可能就是家己啊，到有闲啊，就去规栋迄个。公寓室，啊，就可能甲大家讲，另外有一挂迄种派提啊，还是报纸，啊，都无要滴个，咱来囥个集中在迄、那、种、個，咱一楼的是一楼，啊，我会使摕去卖安尼。啊，其实讲真个，你一个人在做这种代志的时阵，规个楼梯头啊，一挂迄个邻居都会响应。因为你即摆倒粪扫，咱台北落实是垃圾不落地，有当哦，感觉真麻烦的。我倒粪扫啊，个轮回都规大堆。啊，当你有一个方法出来时阵，一个人开始动起来时阵，规支楼梯啊，伊就开始有这种环保概念。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要做义工，以咱台湾目前啦，我是讲爱加入某某协会，做会员，还是做啥？其实有当方法嘛，是在感觉真简单。是方法在遮侪种的啊，你去好好啊，买菜，去便宜买菜，还是讲阿丽的做迄个底下拎刀，去老阿出来的，啊，帮忙做垃圾分类，了解。哦，我刚开始黑东西，那你开始就做热心公益啦，对不？就是讲卖干那顾家己的代志，哎，哦啊，其实只要愿意来关心别人的代志，这都是一种义工的态度啊，无唔对。我唔是为着钱在做的。对，我是为着要让咱这个世界更加好，对啊，让咱的社区更加好，对啊，甚至讲我的心灵更加好，对啊。为什么未使？你摊了用个这样复杂，哎，有摊啊，到尾啊，怎啊变作讲拢有一个目的性，对啊。这是个团体背后可能有我咱唔知影代志，哎。所以你若发现迄个真相，你就感觉讲足受伤，我那我被利用了嘛，这是帮的，我的爱心被利用了嘛，对。你利用我做义工，但是最后伊是伊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伊可能是收集义工的力量，尾啊可能要出来竞选，还是出来要创啥，咱这唔知。对啊，就是讲复杂了，哎，怎么变复杂去啊？对啊，但是你若个人已经无这个问题，对啊，我只是讲量力而为，哎，再我当做啥物？对啊，啊，我对啥物有兴趣，我想要去做，哎，你就去做，对啊，所以你是讲的足自由的，哎，哦，所以种观念你即马差不多，你有种想法差偌久啊？这种想法我感觉应该是为迄个2006年的时阵，是，所以你做已经做差不多6-7年啊。
应该是以前拢是伫个迄度单位内底，对，后来想讲，家己会使创啥？迄阵也是开始去旅行，开始去旅行，啊，就去迄度部落去教会，啊，就去遐，感觉咱家己一个人买事也使啊。你去佚佗的时阵，然后去一寡迄度较偏僻的所在，去了解因安怎生活，安怎教育因啊，啊，怎样了？我家己一寡物件扎顿来了，甲朋友分享。是，迄个所在有需要物件，咱来到底。看要来找一寡猪，啊，是找一寡生活的物件，咱家己来送去遐。你可能加邮局嘛，一加邮局寄物件过去，一两百块，咱生活拢还是可以吧，还是可以。不加硬啦，不加硬啦。你嘛知影用用的需要是啥？比较能够去配合需求安尼。就是讲真正你要足实际去关心着这个人。对啊，唔是一个口号，唔是种感觉，唔是种看袂到的运动，是你个人直接去到遐，你去甲伊接触。对啊，所以落尾你慢慢，是不是你将来的方向就比较较对疫情是团体性的，服务一个团体，慢慢推动变作是更加深入、更加直接、更加基层就对了啦。对啊，这是你未来的一个方向吗？一个我想要做的迄个方，应该是目标啦。一个目标。对啊，因为咱即马伫个国外，其实嘛是拢安尼。因为你知影这电影啊伫个多，啊，你也是去发现呐、发现这电影啊，怎样你知影因的需要是啥？然后咱改咱的迄个需求是改不。坑进去，安尼。啊，有当你看电视曝光，哦，倒位啊，安怎，然后就是拍迄字幕出来讲，哦，因需要捐钱，啊，钱到底去倒？其实有当我嘛唔知影去倒呢，就知影讲爱捐钱啊，这样子啊，对啊。并不是讲用钱解决所有问题啦。对啦，我是感觉讲做义工，其实有当用心，是，用方法，安尼，用咱的时间，啊，所以你呐有兴趣的人吼，我讲欢迎啦，我迎接义工时代。即马即个时代是每一个人无需要参加某一个团体，你伫你的家己的身躯边，你就当开始关心别人的代志，即个社会一定会改变。感谢大家收看，多谢新恒，谢谢。